在纽约有41年历史的四海剧社，在4月23号、24号、30号和5月1号，一连两个礼拜六和礼拜日，为你带来两出感情真挚的本地原创粤语话剧《等待》和《再见月明》。门票在包黎街86号的华埠健康城发售，查询电话6465808388。